的需要半个灰色的星星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能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像云梦里的小星星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身影群 baby， 我该